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深啊。最近啊，因为比较忙啊，所以就不做新游戏了啊，来做一个休闲的实况，进行啊这款 Scribblenauts Unlimited， 中文名叫涂鸦冒险家无限的这样一款游戏啊。因为迷之深自己也已经打了很久，然后呢，这个游戏流程又比较长啊，不可能去把它全部的做完，所以呢，我们休闲的来做一下实况。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的主角，名字叫 Max 啊。然后他呢，其实不是涂鸦，而是用他的笔记本啊，啊，可以写任何东西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做一个天使出来，哎，天使就出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用我们手中的标枪抽这个天使。哎，等一下，刚刚没有抽成，我们来抽一下。哈，啊，天使要吓跑了。好的，总而言之呢，这就是一个用我们的笔记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一个游戏。我们骑着一只秃鹰啊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我们迷之深已经打了蛮长了啊，总共60多颗星，好像迷之深已经拿到54颗了。这个游戏的剧情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先回到这个农场啊，开始的地方啊，他就说呢 ，Max 和他的妹妹在街上走。然后啊，欺负一个老人，结果这个老人呢，给他的妹妹下了诅咒，他妹妹现在就已经全身都变成石头了啊，一点一点变的。这个游戏估计就是告诉我们，欺负人也要看对象嘛。迷之深这款游戏呢，是在12月份的啊，我们在这边好了 ，Pilcro Peaks 什么什么峰啊，皮尔克罗峰，也有可能这个词有意思，不管了。迷之深这个游戏啊。是在去年12月亚马逊促销的时候买的，结果呢，它竟然锁区，啊，亚洲区要到这个今年2月份啊才可以玩，于是迷之深就去下了一个盗版，现在在玩的就是这个盗版，啊，买正版玩盗版嘛，一般都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每到一个新的地区，会显示这个地区呢有2颗大星，有10颗碎片要获取，我们呢就拿到这个 Starlight。星星石，然后我们用这个就可以看到黄色闪光的，就是有任务的对象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是要干什么啊？帮我抓住那只兔子吧！啊，是一个皮草商人。这我想救兔子怎么办？兔子说什么？啊，这个陷阱看上去很危险啊，请做点什么吧。我们把这个陷阱啊，刚离开了一下，我们把这个。捕兽夹加一个形容词叫什么呢？不知道改成 useless 有没有用啊？哦，解决了，完成了一个任务呢，叫做害怕的有毛皮的小朋友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是有冲突的，所以我们10片里面呢有1片没有拿到，它变成了红色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地方重开一下 reset 啊，重开之后呢？你已经获得的东西是还在的，但是重开之后 我们这个身上的东西也都没有了，所以哎，这个好像变了一个啊，留胡子了啊。好，我们打开背包啊，我们把这个喷气背包带上去啊，这样呢移动就可以快点，不然太慢了。这个是迷之深的必备的东西，一开始用是用大翅膀啊，后来呢就改用这个喷气背包了。好，我们要抓这个兔子对吧，那我们怎么弄呢？我们把兔子捡起来丢下去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怎么丢下去，让它吃这个胡萝卜，还是我们直接丢啊 remove， 哎，直接拿到就可以了啊，把兔子给抓住了，竟然往兔子汤里面放胡萝卜，这个真是，哎，我们被烧了啊。这个游戏呢主要就是各种互动啊，很有意思。那么主要的解谜方法呢就是用这个笔记本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了啊，当然呢也可以用各种夸张的方法去解决，比如我们刚刚就直接把兔子丢给了他，原先的话可能是要把这胡萝卜改成 delicious 之类的啊。好，这个狗狗在干什么呢？啊，请装点一下我的狗窝，因为这个假期啊就要到了，应该说的是圣诞节吧，啊，我们圣诞灯，哎，没有啊，那啊，
直接来个圣诞树吧，砸死你。哎，好，它自动完成了。嗯，可以的。哎，这个看上去是个雪人之类的东西啊。这杯热咖啡尝上去太无聊了，请给它增加一点风味吧。我们这个游戏不可以做各种各样啊，比如说这种便便啊、翔啊这种东西，它是不会让你弄的啊。翔的一百种写法啊，这个都不行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办？还是给它放个辣椒算了啊。辣椒叫什么来着？叫它 Pino。来，放进去。辣椒咖啡好喝吧？你把杯子都吃了啊，厉害。哎，你要跳楼吗？哦，又是你的兄弟这个 Flurry 啊。 Flurry 好像麦旋风叫 McFlurry。 哦，这人想找谁打？这是什么动保主义者吗？啊，没有翅膀的天使。哎，我包里面就有个大翅膀。只要你不怕这个。哎呦，够大的。好，升天了。哎，这边好像很怎么有一点滑滑的之类的。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任务啊。小哥怎么了啊？我们不能在这个有冰的地方玩了，有人滑倒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呢？你们是要把这个弄掉了？我背包里面好像有个火焰喷射器吧。这是火焰喷射器吗？哇，给你。啊，果然他用火焰喷射器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哎，然后把雪给吃了。好吧，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娱乐吗？哎，这边有个球，有个雪橇，然后这种星星呢就表示有大任务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雪球啊，我太慢了，滚不下去啊，怎么办？我们给你哎，等一下，弄错了，想弄一个这个溜冰鞋的，结果把那个溜冰，哎，这个是飞鱼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对，等一下，哎呀，这个英语都不会了，来，雪球不行啊，哦对啊，雪球没有办法穿这个溜冰鞋啊，是我想的太天真了，你太慢了，怎么办呢？我用你。哎，直接滚下去就行了。好吧，让球滚起来。我们看一下这关还有几个小碎片，还有三个碎片啊。好，这边一个上空。哎，原来那边还有。大妈，你要怎么样？我的声音没有了啊，请给我金嗓子喉宝，罗纳尔多专门有的金嗓子喉宝怎么说？这个我还是给你吃辣椒吧，吃了辣椒你的嗓子别说不能。哎，没反应啊。那么药茶。药茶。哎呦，造成雪崩啊，原来喝药茶就可以了。谁说中医药没有用啊？不一定是中药啊。我去大峡谷游玩应该带什么呢？这个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带只写错了 Mountain Lion。 等一下，哎，来，你骑着它就可以去大峡谷了。哎，没反应啊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么大峡谷给你个篝火了，来，篝火给你。不对啊，不是篝火，你要是大峡谷给你个望远镜这种样子的。来，没反应啊，不管，那我们把这个丢掉。你到底想要什么嘛？我去大峡谷应该干哦，这个是住在北极的原住民啊，你不要乱跑，你去大峡谷，给你墨镜。哦，完成了，果然啊，是因为他从这里到大峡谷去啊，气候有变化。
好，我们还差一个小碎片，然后呢，来完成两个大任务。哦，这是一个什么？一只冻掉了的脚。看来啊，有人被埋在了雪里面。哎，刚刚的火焰喷射器呢？小哥，小哥，我的火焰喷射器被你们吃掉了。来，火焰喷射器。这不过一直用这个好像略有些简单粗暴。Burn。哎，视觉效果真华丽。哎，没反应吗？难道是要把它抽出来之类的？捡起来。哎，你抽得太用力了，把我的脚还给我。你是个僵尸啊。啊，是一个冻住了的十分友好的没有腿的僵尸，我们只有一个脚而已啊，给你。哦，好了，冻住的朋友你好啊。啊，我们把它 unfrozen 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行啊，我们直接用火焰喷射器喷喷你吧。哎，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不能乱跑，否则的话呢它就没有了。喷一下。哦，好了。哎，他着火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现在是着着火的火热的僵尸，不过他还是很友好，没关系。哎呀，但是我们碰到会那个啊，不管了，你这个冰天雪地的，看你也没损血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我们十个小碎片全都拿到了，我们来玩大碎片。我们来摸一摸这个摇鱼。好，给所有人啊一个。好，这个是缆车吗？哎，是雪橇车。哦，对，雪橇车，给每人一个下坡的方法。好，这是个运动员。这里是终点。每个人呢都需要骑着一样东西下山。首先呢，给这个滑雪运动员他想要的东西。啊，那就给你雪车吧。啊，好，他就下去。哎，你这好像是蹭过去的。然后呢，爱斯基摩人啊，这是原住民，请给他一个家里有的东西。我们给他一个大号海狮，来骑上去。呵呵呵呵呵，这是海狮还是海象忘了，不管了。哦，法国大厨。请给他厨房里的东西啊。这你要骑着什么厨房里的东西下去呢？给你个大锅子。哎，好像比较小。这不对啊，这不像厨房的锅子了，这有点像这个了。啊，痰盂儿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给他一个什么呢？什么海鲜啊？大三文鱼。好像也不行啊。来，先把这个给弄下来。骑着三文鱼也不行，你难道要骑着菜刀吗？来，给你把什么菜刀啊？一把闪闪发光的菜刀，大菜刀，来骑上去。哦，厉害。哦，这个是农民啊，农民啊。希望可以多花点时间欣赏坡上的美景，请给他一个，不就老黄牛吗？算了，给你一个巨大变异鼠吧。然后还要是不是还要 friendly 一下，不然你们来骑上去。什么？农场里面没有老鼠？好吧，那么友好的蛇，这总归有了吧。先把这个给弄掉，然后给你骑上蛇。哎，蛇是用来拿的，不是用来那个的。好吧，我们来一个特大号的蟒蛇，巨蟒啊，还是加上一个 friendly 啊。来，哎，我自己骑了。不，我是要让这个农民骑。来，骑上去。什么？你的农场里面连蛇都没有？哎，我不想给你一个牛呀，友好的疯牛怎么样？来骑着。哎呦，这牛果然有点疯啊。哦，法师，
还要骑奇幻一点的东西，我们给他一个什么呢？我们给他一个友好的、跳舞的、炫彩的克苏鲁，来，哈哈哈哈！哎，你怎么不跳舞啊？为什么还飞走了？说好的跳舞呢？哦，僵尸也需要度假，请给他想吃的，那不就只有大脑了吗？加一个什么形容词呢？超大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拼错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 gigantic 怎么 gigantic 巨大脑，边骑边吃，好耶！好，我们获得了这个星星。好的，我们去把它捡起来，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啦。噔噔，哈哈，不错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去完成这一关的另一个任务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云，超大的雪豹啊！啊，我们把它加上一个 happy， 很开心的。结果没什么事嘛，好吧，无所谓。还有一个任务是在哪里来着啊？是在这里，好像是在庄稼，寻找圣诞老人。圣诞老人出事了，请帮忙解决这个谜题吧。怎么回事呢？哦，警方全都出现了，大家哭哭啼啼的，这是精灵啊！啊，哦，不就是在这里吗？我靠，太明显了。啊，圣诞老人被干掉失踪了，请给圣诞老太太啊合适的这个 ID 啊，让他可以去啊、哦、还真是圣诞老太太。我们给一个什么警察的徽章，警徽。哎，靠谱不行啊，那就 police badge 也不行，那就直接 badge 吧。来，给你个警徽。好，过来了。其实呢，在这个大任务里面，如果被卡关的话，它会有提示啊。不知道我们这次会不会碰到很多提示呢？如果顺利的话，就不用了啊。看起来呢，是他的雪橇啊，被人做过手脚了，请给这个警官啊一些可以用来啊撒粉、测指纹的东西。哎，你倒是让我上去啊！我们来个坐骑吧。啊，坐骑还是坐骑啊？不管了，会飞的驯鹿，来，好，果然飞上去了，但是有点慢。我们加个形容词，啊 ，fast， 飞快的，来骑上去，啊，这样就快多了。然后呢，你们要这个弄指纹嘛？给你们一个刷子还是鸡毛掸呢？啊。给你个鸡毛掸吧，来测个指纹。哎，好大的指纹啊！哦，下面有个雪人在。看起来犯人是杰克·弗洛斯特这个雪人啊，请给这个侦探一些东西啊，帮助他审问。这个好像又要用到我们的火焰喷射器了。我们。是不是先用这个羽毛吧？给你一根羽毛挠它痒，可不可以啊？不可以，好吧。又到我们的火焰喷射器，啊，钢剑朴实的火焰喷射器。叭叭叭叭叭，啊，看来只要是个武器就可以。好，他坦白从宽，说圣诞老人就在这里了，请给这个狗啊一点东西，和圣诞老人味道一样的。我们直接把这个圣诞，哎，还真的是啊，我们直接把圣诞帽给他不就行了吗？但是还有什么东西闻起来像这个呢？我们用这个小精灵闻一闻，来，你闻一闻，这个就是圣诞老人雇的童工啊，没用。哎，你自己找到了？哦，什么什么？什么？啊！不要啊！
扑朔迷离啊。哎，呼呼呼，圣诞老人回来了啊，圣诞老太太也在这里啊，我们获得了这一颗星星石。好的，我们把这一关给解决了啊。其实啊，迷之声有点担心这个游戏录的是不是会比较卡，文件比较大，所以呢啊，我们先停一下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呢继续再来做第二批，如果文件已经太大了